族群之间的文化互相的交流。高雄闽南区吉东客家人文生涯学校同南面县的宝南花铺路国中小学两间生涯学校用原住民传统的行走来做毕业，希望用安尼的学习方式打进下去，为小朋友欣赏独有的文化。阿妈你好呢，我你娘，我拿时间来读下海念。带来两个五爷，一段精彩的排油腔小中算完成呢。吉东国小同板南花中小学的学生诶，用接力的方式同抗小作品拿出来，嘛同文化交流的成果分享给大家。中间系原住民两个日头的故事，我就有发日头歌谣，还有一点个巫婆浴。我做的是客家人的衣服，然后这个话就是客家人穿衣服会扣扣子嘛，可以学到一些客家人的一些。衣服啊，或者是一些细节。板南花学生的同一作品，可能都客家太近三的特点。吉东国小学生的同一品，表现出的原住民的土地故事。两间学校为用声音课程交流，学习原客文化，马强化欣赏两个文化的丰富性。我觉得我们这边可能就是由布农老师来教导，然后呢，在板花这边就由我们客家老师来做。一个教导，大家彼此相互用对方的元素，然后也相互去理解对方的文化。其实我们都是生活在这片土地，让我们的文化透过课程扎实在学校的教育上，希望未来大家彼此更多的了解，也可以成为偏乡的重要的新创的文化产业。吉东客家人文实验小学同板南花普罗中小学的姊妹情，把文化的导演变作一种游戏，把本人出面同客家声音呢在全球化世界，有更好的理解和竞争能力。客家新闻整份，自高雄报道。